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比这个比这个是4:5:6了，那这个等于90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哈给它参数化，哦，x 加一哈，我设成是 4t，然后呢，y 减二哈就是5t 了。那 z 加三，它就是6t。好，那我把 x、y、z 哈找出来，x 等于4t 减一，y 等于5t 加二，z 等于6t 减三，然后带进去，啊，把 t 给解出来。我带进去以后的话，哈，这个就是。4t 减一加2倍的5t 加二，啊加3倍的6t 减三，哇，这个等于90。好，那我把 t 收集起来。好，那这是4，14哈，加上638，这是32t 哈。然后这是负一加四，四减一，啊再减九，那就是负六，就减六等于90。好，那这样 t 就可以算出来，这个32t 哈等于96了，所以 t 刚好是3，t 的话呢等于3。好，t 等于三算出来以后，那我就把它给带进去以后，然后把它给加起来，我就是 x 哈减 y 哈啊加 z，哦，所以 x 减 y 加 z 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加这个，就十减五是5t 呀，然后这个减这个加这个。哦，所以是负多少？负六，哦，负六，所以是3:5:15减六，刚好是九，所以答案是九。